大概最后倒进去啊，蘸点调料啊，颗颗甜甜。一包是250克，今天刚好有活动，这样的一箱一共是8包，再加2包10。猫眼螺刚刚出锅，现在猫眼螺带黄哈，这个地方是黄，是可以吃的哈，梗又嚼劲，软软糯糯。这个地方哈，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有一块是肺叶，可吃可不吃，在我们海边都吃哈，这个地方是膏。要建议就这一点不吃，摘下来就可以了啊。刚刚出的猫眼螺哈，咱家这个猫眼螺一斤称个8到10只，现在猫眼螺很肥哈。刚刚出锅的猫眼螺啊，太香了啊！爆炒章鱼须，看一下哈。